中他可能也没办法做什么，他就得癌症。其实猜就只是让大家猜猜饼，然后看看猜饼而已啊。哦，这个这饼就好猜了。嗯，对。这饼就是。你们本来要拆，你们是要拆小片大片，小片就好了。都可以啊，对我们来讲，反正你都散茶都一样。对对，我们都是给客人，有时候是多少钱。嗯，这片比较大。是南糯的，南糯山的那个。南糯的。嗯，对。古新六大茶山。对，新六大茶山。还有拼布朗吗？没有，纯南糯。嗯。单纯南糯山。对。我那个。几年呢、啊？这是2006年的。它是私厂吗？还是昌泰？昌泰的。昌泰。干仓。干仓，对。干仓，台北干仓。对。诶、okay。啊，你有。自然仓。自然仓。自然仓。嗯。啊，这边还有这个。嗯。嗯，哎，有内票，刚刚没有给大家看。啊、通常回去的也是快转，所以说声音，就算你讲话，他们也是听到是很快的声音，所以没有差。拆饼影片通常一拆就是一30分钟一个小时没有关系、嗯，反正你拆完了就放上去。对。然后你这个常常拆就会越拆越快。你自己常拆，你自己常拆这个饼吗？对，饼都是茶叶都是我在负责的，陶瓷器都是啊丽丽在负责的。这茶叶都我在处理比较多，包含老茶是不是？嗯。你有没有东西可以装那个拆好的？好，不然我它满出来了。对。没关系，我就说它太多了，因为对那个下面帮我弄一下。好，那个你帮我上吧。
这饼蛮好拆的。嗯，对。对啊。它那个石磨压，它这一批茶没有压得很紧实。那这饼这样转的会比较快啊。嗯，对，很好喝。对啊。那这个这种没有压很紧的豆芽瓣，我看转个10年20年，味道就已经很漂亮了。对，它不用到转到30年，它就味道就够了。它是6年的，所以它转的很好。那个小樽包袋可以装一些回去。哦，好。对，那就可以去试喝。嗯，对啊。把开水弄一下，先这样来吃看。你说这饼吗？哎呀，哎，对呀。你说这饼本来就有在装在礼盒里面，是不是？有，有一个，因为我们平常那个他们要来装礼盒的时候，我们会有3-4款茶给他们试喝，然后他们就有一些，这个是一个科技公司。他喝了这个以后觉得不错，他喜欢这种。对，我们像这样大盒的，你拿一点给我。70，这是贵。可以了，这样可以了。可以哈，我们75公克，然后那个装在那个大罐的，就是1680。不错哦。你说木盒是不是？木盒跟陶罐有没有？木盒，然后里面陶罐这样子，然后那个零售1680。75公克，那就没关系，那个就不用再剥了，这块它紧压的部分压得非常紧。哎呀，我把它这个内灰，对啊，就这样就好了，就好了，就把它放在这里，表示这一块是从这一笔。哎呀，这内灰这块太硬了。没有，它一定是很难剥啦，它这样。这块放弃了，对，纸一定会那个的。这块我放弃了，纸一定会伤到。好，就是这个，那就把它收起来。那我把它再倒进来就好了。好。所以如果说像这样子的话，对，然后就剥完了，直接就装。旁边有4个罐子，或是5个罐子，直接装完以后，然后卖这个1680，也是可以的。对啊，就直接。但是通常就到拆完这样摆好就可以了。嗯嗯嗯，对。然后通常就是一个开头的影片，再加一个这样的底，对，然后再放好，然后再放这样。刚好金化工的。对，这样就结束了。对，通常就这样拆完以后一个影片，然后就